小朋友你们好，今天我们要完成华文三的练习，请你们拿出来这本书，然后翻到第五页。好了吗？立马打开了吗？哈，现在你们要准备你们的笔、劈叉还有彩色笔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那现在我们要开始做练习，我们先做上面的。看图，把正确的答案写在格子里，啊，然后呢，等下我们找答案了，我们要涂上颜色，好吗？这里有鼻子、耳朵、眼睛、口，来跟老师一起读：鼻子、鼻子、耳朵、耳。多眼睛，眼睛，口，口，鼻子，耳朵，眼睛，口，好棒！那我们先看旁边的图片，这里有耳朵，还有口，哈，然后呢，一张什么吃东？西，你看吃东西，一张什么呢？是一张耳朵还是一张口？当然是口。对了，一张口，哪个是口？一二三四，四。对了，一张口吃东西。哈，那我们在这里要写口，先写竖。横折，横，好棒！口，一张口吃东西。那现在我们要把图片涂上颜色。好，老师就拿老师的彩色笔。现在老师要用红色。那我们把它涂。好，就这样子，哈，然后我们继续看第二个的，一哦，我们看旁边的，这里有手，还有耳朵，手，耳朵，哈，现在我们读一读，一双什么？听声音，听声音，一双手。可以听声音吗？不可以。一双耳朵可以听声音吗？可以啊，所以答案就是耳朵，耳朵，一双耳朵听声音，哪一个是耳朵？一二三二，对了，这就是耳朵。那在这里我们要写耳朵的字，先写横、竖、竖、横、横、横，然后再写撇、横、折、弯、横、竖、撇、捺，好了吗？耳朵，耳朵。那我们再拿彩色笔，我们涂耳朵。会吗？好，那我们继续完成练习第三个。我们看这里有脚，还有眼睛，脚，眼睛，一双什么呢？看
东西，哈，看东西，我们用什么看东西啊？一双脚可以看东西吗？当然不行，哈，一双眼睛可以看东西吗？可以。对了，一双眼睛看东西，眼睛，答案就是眼睛。我们找一找，哪个是眼睛？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。第三，对了，眼睛。我们把它写在这里，哈，先写竖，然后横折，横横横，横折，横横，竖提撇捺。好，再写竖横折，横横横，横横，竖横，竖横折钩，横横。好了吗？眼睛，眼睛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哪个是眼睛？脚，眼睛，这个。对了，我们把它涂上颜色。老师要用蓝色的在这里。好，眼睛，眼睛，很好。现在我们做最后一个题，这里有耳朵、鼻子，耳朵、鼻子，一个什么呀？闻味道，一个什么呢？闻味道，什么东西会闻味道的？这一双耳朵可以闻味道吗？不行哈。如果鼻子呢？可不可以闻味道？可以。对了，答案就是鼻子。鼻子，哈，鼻子可以闻味道。那现在我们要写鼻子，哪个是鼻子？对了，就是这一个鼻子。来，我们一起写，先写撇、竖、横、折、横、横、横、竖、横、折、横、竖、横、横、撇、竖，然后我们要写字，鼻子，哈，先写横、撇，对了，然后再写弯钩、横，好。鼻子，鼻子，很棒。那我们把鼻子涂上颜色。好，老师用棕色的。好，我们把它涂。好，鼻子。鼻子，很棒。那现在我们要写一写下面的汉字，这个你们看，就是看，看，看，听，听，听，闻，闻，闻，很好。那我们先写看，先从这里。撇，撇，好，但是呢，我们先数一数，看的笔画有几个呢？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
六七八九啊，有九个笔画，看有九画。好，我们再写啊，先写撇，然后横横撇竖横折横横横，很好，再写撇横横撇竖横折横横横，看，很棒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写听，听，我们先数一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七，哈，听呢有七个笔画，七。好，现在你们要跟老师一起写下来啊，先写。竖横折横撇，然后撇横竖，再来竖横折横小小的撇，然后撇横竖，会吗？听，听，现在最后一个闻，闻，好，我们先一起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九，文有九画。对了，我们再写，先写点，然后竖横折横竖竖横横横，我们再写点竖横折钩横竖竖横横横，会吗？文，文，很棒。那剩下的呢，你们要自己写，写的时候呢要按照笔顺哦。来，我们复习一下，看，看，听，听，文，文，很好。那今天的练习呢先做到这里，小朋友们加油。